我厉海今天就代表赵氏卓越集团，把话放这儿了。哦，今天我拿不到王氏集团的邀请函，谁也别想给孟老爷子盖棺。卓越集团，你爷爷尸骨未寒，你们就上门挑衅，简直欺人太甚！爸，你走了。 剩下我和希儿两个弱女子，可怎么办啊？这个厉害，不过是赵家的一条狗，竟如此猖狂。如今赵氏卓越集团最大的对手，就是孟家手下的孟想集团了吧？听说孟想集团拿到了王老爷子宴会的邀请函，卓越集团的人这个时候上门，想必就是为了这个邀请函吧？要是孟老还在，赵家恐怕还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上门强抢。 但现在，没了孟老爷子，你们孟家如今不过是强弩之末。我带来的人已经将此处包围了，识相的话，就乖乖把邀请函交出来。你谁也别想出去。嗯，去去去，一个捡破烂的。 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再往前走，一会儿我砍了你的手脚！嘿嘿，孟小姐，邀请函是不是在你身上？你再不给，我可要自己找了。滚开！啊！哎呦！啊！怎么回事？什么人？ 请问孟老、孟浩是在这里吗？怎么回事？我门外的20个保镖呢？啊，你说他们？这会儿全在外面躺尸呢。臭小子，找茬是吧？今天立爷我要你好看！聒噪！别在这碍事！你到底是什么人？孟爷爷，我来晚了。孟爷爷这是中毒了？一息尚存，还有余地。住手！你干什么？你想对我爷爷的遗体做什么？等等，这是七星续命针。 爷爷，爸！天哪，孟老爷子这是诈尸了呀！救命啊！幸好还不算太迟。老孟，这脉象气血旺盛，简直像是年轻了20岁。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李神医救了我吗？不不不，老夫没这个本事，是这位小兄弟救了你。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见到七星续命针啊！孟爷爷，我下山了，还记得我吗？啊，小陈，是你吗？小陈，是我，孟爷爷，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成功了，终于突破到筑基了。啊，哈哈，这感觉真不错。哦，突破到筑基了，哼，我没什么可教你的了。等在突破一个大境界，你就可以向天北一霸的苏家复仇去了。啊，终于可以下山了。苏家欠我苏晨的，我会全部讨回来。但在报仇之前，我还要还个人情。 若非当年孟家的孟浩收留了被苏家赶出去的你，恐怕也没有现在的你了。下山去吧，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正合我意。哈哈。
十年了，没想到再见面，你都已经长成帅小伙了。当初收留你也是机缘巧合，当时一个算命的说你能救我孟家，后来你果然被高人带走。如果没有您收留，哪里能有高人带我上山的机会呢？对了，你师父带走你的时候和我有过约定，十年后让你归来，到时你和我孙女成亲。爸，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你生病的这些日子都是心儿一个人操持集团的全部事务，你不帮忙找个有用的就算了，还要心儿嫁给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乡巴佬，他哪里配得上心儿？是啊，孟爷爷，娃娃亲这事儿不然就……住口！你懂什么？哪里是他配不上心儿，是我们心儿高攀他。这你知道苏晨的师父可是那个人？还有你苏晨，你小子这什么态度？怎么你看不上我孙女儿啊？那倒不是。去把星儿叫过来。是。你们很多年没见了，刚刚又那么混乱，你肯定没好好看过。我不信有人见了我孟浩的孙女儿不心动。爷爷你叫我。来来来。之前还没注意看，她是个极致的美人。怎么样，我孙女儿漂亮吧？爷爷，你叫我过来是为了……星儿，我跟小陈的师父以前给你俩订过娃娃亲，你看正好你们两个今天都在，不然就下无领证，怎么样？娃娃亲跟苏晨？你和小时候长得也太不一样了，你刚刚是怎么救回我爷爷的？这家伙一个人居然干掉了几十个保镖，简直难以置信。一点小伎俩。好。等等，青儿，你这是要去哪里啊？恭喜二位。喜结连理。这怎么愣住了？不是你们说的要结婚吗？这下我的心愿算是实现了，就差让你们给我生个曾孙女了。真没想到下山后的第一件事居然是跟恩人的孙女结婚，不过感觉倒也不错。心儿，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可是梦想集团总裁。他苏晨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里冒出来的土老帽，你没看到他那个样子吗？妈，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虽说爷爷起死回生，但是难保不会再发生之前的情况。如果结婚能让他留下来继续给爷爷看病的话也不错，毕竟我只有这一个爷爷啊。看看你俩这结婚照，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呀。孟爷爷过奖了。好好好，你从小到大就有自己的主见，我管不了。我可不接受这个乡巴佬女婿，我早晚要把她从孟家赶出去。对了，小陈，这些日子你到公司帮衬一下心儿吧。公司上班啊？我让人给你安排一个职位，不过得先委屈你一下，年薪就先30万起步吧，你看怎么样？孟爷爷，你身上散发着超能力者的金光。那就多谢孟爷爷了。孟爷爷身上的毒还没有完全解除，背地里下毒的人也得想办法解决掉，女婿的身份倒也方便调查。哎呀，下山第二件事居然是打工啊。究竟是什么人给孟爷爷下毒呢？孟爷爷身上的毒素还没彻底清除，最好能有顶级药材辅助。去找那李神医问问吧。苏晨。哦。我希望你识趣一点，自己离开孟家，这里500万。算是你救了我爸的答谢，拿着他永远从孟家消失。哼，居然是500万啊，看来伯母你是真的误会了。别叫我伯母，在我这里你还没有资格。果然是乡巴佬，没见过世面，区区500万就打发了。500万
我不稀罕，孟家的财产我更不稀罕。哼，看来这乡巴佬还不算太笨，知道赖在孟家能得到的远不止500万。还好我早有准备，我的心儿怎么能跟这种人在一起。哼，既然你执意要留下，那就应该为孟家做出贡献，这一点想必你也认同吧。刘秘书。在。夫人，文件都准备好了。天才商行还欠着我们1000万的尾款没有结，但是星儿最近很忙，没时间去要账。你既然要当他的助理，那就理应为他分忧才是。这些文件早点看完吧。这星儿也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林总。天才商行背靠王室，向来不把梦想集团放在眼里。上次去要尾款的李组长，现在好像还在医院没出来。那我也有个条件，如果我成功要到这笔尾款，林大妈你以后看见我就要鞠躬行礼，怎么样？大妈，好好好，就按你说的办。这位小姐，你等等。啊，叫我吗？对，就是你。你是不是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坠痛，并且每个月的月事都不规律？你怎么知道的？嘿，我这里有一套按摩手法可以帮你解决，要不要试试？只收8000哦。流氓。哎，不按摩也行啊，那你可以每天早上7点到阳台喝一杯柑橘加芦荟的草茶，连喝一周也有效果。哎，秀英秀人真不容易啊。刘秘书脸怎么这么红？对了，苏晨，一会晚上需要你陪我去参加王室的宴会，这卡里的钱你拿去买套合适的衣服，剩下的钱随你处置。接着。孟总大气，正愁没钱给孟爷爷买药，这不正巧。这里就是李神医的医炉了吗？你是个庸医！发生什么事了？我都听说了，孟家的孟浩明明没死，你却说他已经气息断绝，神仙难救，怪不得你给我妈诊治了半个月还没有半点气色。放开我爷爷。什么李神医，根本就是个骗子。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我现在就要把我妈转移到中心医院去。爷爷住手。哎，医生治病救人自然全力而为，但人力总有穷尽的时候，何必动手？算你运气好，在这里遇到我。你又是什么东西？神医，这位就是葬礼现场救活了孟浩的那位神医啊。如果这世上还有谁能救活你父亲，那一定是这位神医。过奖。就凭你？你才多大呀？我只给今天一天的时间，今天之内我父亲要是没有好转，你们这些骗子都别想好过。王总，您父亲这个病复杂难解，一天时间那是万万不可的了，拜托您再宽限些时日吧。这病换成其他人确实神仙难救，不过嘛，今天走大运了，有我在，不需要一天，一盏茶足矣。爸，你对我爸做了什么？好好的怎么吐血了？我果然不应该相信你。来人啊，到，你们等着吧，明天我就让人查封这里，孟家也别想好过。看在你还算有孝心的份上，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刚刚那一下只够让他缓过一口气，要想根治，3天之内你要上门求我。你想都别想。哼，刚刚那小子真是太气人了，还有李神医，他们都是一帮庸医。爸，你怎么样？好像没那么难受了，身体好像也恢复了很多力气。是李神医救了我吗？儿啊，谁救了我？你可要好好感谢人家，我还以为我挺不过这一遭了。
这我看了一圈，基础的药材倒是买齐了，但还差几株顶级药材作为药引。不过意外得到了一株带灵力的人参，倒也不算白来，就它了。哎，好用，我给您打一折，再送您点冬虫夏草、鹿茸。苏晨，嗯，不是让你去买身体面的衣服吗？你怎么还穿着这身？啊，我给忘了。算了，先上车，来不及了。哟，心儿，这土老帽是谁啊？听说你最近结婚了，该不会这就是你老公吧？别开这种玩笑了，心儿一心工作，哪里来的老公？是吧，心儿？再说了，心儿可是孟家千金，怎么可能看上这种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乡巴佬？不，他就是我法律意义上的丈夫，他叫苏晨，你们自己聊吧，我要睡一会儿。切，装模作样。星儿，你没听见他说要休息了吗？你算什么东西？我说话也轮得到你插嘴？我老婆要休息了，我让闲杂人等闭嘴，有问题吗？你，切。乡下来的乡巴佬，说话就是粗鄙，装模作样的小子。正好我最近从青山堂拿到这冰针，只要刺入穴位就能让人失禁出丑，而且冰针即刻就会融化，不会留下半点痕迹。去。用冰凝成的银针，声音无效，真是阴毒的手段。就让你自己好好品尝吧。啊！长大！啊？什么？好臭啊！大家先下车吧。嘿，你想办法先去换个裤子，我们在路边等你。苏晨！啊？我杀了你！真是聒噪。啊？苏晨，你给我等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可能张东年纪大了，肾阳亏，憋不住尿吧。那他干嘛对你动手？谁知道呢？打是亲，骂是爱，可能暗恋我吧。你注意一点，可别把他得罪了。我们靠张东才拿到王氏宴会的邀请函，之后要想赢得合作，也还拜托张东才行。不能得罪他。那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少爷，哼，怎么这么慢？星儿，我张氏集团虽然有意助你，但既然出了这种意外，那今天的宴会就算了吧。这下好了，不仅宴会去不成了，跟张氏的合作只怕也会受到影响。哼，别那么苦恼，不如我先把天才商行那1000万给你要回来。天才商行？谁告诉你这个事的？这事你也不必管。不管那可不行，我还等着某位大姐给我行礼呢，这事儿我一定要管。某位大姐？谁啊？总之今天下班之前我一定把1000万要到，你就放心吧。你，那我让刘寒韵陪你去，你可别惹祸啊。知道啦。梦想集团就派你们两个来要钱，让这位小美人陪我睡一周，我可以考虑考虑，否则这钱你们一分也别想拿到。这废话可真多。如果我说今天这钱我要是拿不到，你就要大难临头呢？你这是在威胁我？小子，你以为自己是在谁的地盘上？给我上！得罪了马总，你们就做好觉悟吧。还有个小美人呢，那我们下手轻一点吧。走你！
不堪一击。苏神医，可算找到你了。王总，你怎么来了？马头，你这是怎么回事？哎呀，一点小意外，让王总见笑了。再派点人手过来，把人给我扔出去。嘿嘿，一只小苍蝇而已，马上就处理好。要不您先到旁边的会议室。不知苏神医跟这边有什么矛盾，也许我可以帮忙解决。苏神医，小人不才，经营了一个公司，这边也算是王氏的下属集团。这样啊，那给你一个面子吧。好好好，这家公司欠我老婆公司1000万，不打算还钱还要动手，你管不管？混账东西！算账居然敢算到苏神医的头上！王总，误会呀、啊，我不知道他跟您认识啊！还不去给苏神医拿钱？哎呦，是，对不起，苏神医，刚刚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这里是天才商行欠您的欠款，以及我个人的一点孝敬钱，请您笑纳。把钱给刘秘书吧。是。你是为你爸爸来的吧？你找傅知笔来，我给你写一个药方。是，快去拿知笔来。你就按这个方子，一日三次给你爸熬药。多谢大师，多谢大师。至于这帮人嘛，你自己看着办吧。是，王总，今天开始，你们这帮人不用再来上班了。你们都被开除了。不要啊，王总，再给个机会吧，王总。滚，王总。苏神医，今天是我爸爸的80大寿，王氏准备了一场宴会，请您收下这张卡。有了这张卡以后，您就是我们王氏的座上宾，多亏了您，我们才能有机会一起庆祝这一天。我爸爸想邀请您去他的生辰宴，不知您有没有时间？王老爷子的生辰宴，这不就是孟欣儿发出的那个邀请函吗？真是误打误撞得来全部费功夫，那我就收下了，谢了。苏神医肯收下就是我的荣幸啊。小刘，该回去了，不然你的孟总等下头发都愁秃了。好。这不是梦想集团孟欣儿的秘书刘寒韵吗？先前在孟浩的葬礼上，苏神医与孟浩看起来像是熟识的故交，现在身边又跟着孟欣儿的秘书，看来回去得把这事儿告诉爸爸，又重新考虑一下合作人选。我都听说了，你跟张东那小子吵架了是吧？啊，算是吧。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张氏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的合作伙伴，你又不是不知道，居然这么随便就得罪了张东，你脑子是坏掉了吗？我不管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王氏的宴会我们不能错过，你现在去把张公子约出来，我们好好求一下他。妈，你吵死了。你也去换一身好看点的衣服，说不定张公子会松口。啊，妈，我都说了，公司里的事情你就不要插手了，我跟张东的事情我自己有数，你能不能别总是干涉我的私事？那你倒是自己解决全部问题啊，想出办法来拿到王氏的邀请函啊。我大老远就听见你们俩说话的声音。孟总，拿到王氏的邀请函了。什么？真是王氏的邀请函？你哪儿弄来的？是苏晨拿到的，王氏的总裁对他很是恭敬的。苏晨？他那种乡巴佬还能认识王氏总裁？你是被他收买了才耍我们玩的吧？我说的是真的，你们信不过苏晨，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你看，天才商行欠我们的1000万也要回来了。林大妈是不是还没给我鞠躬啊？说话呀，算话啊！鞠躬？什么鞠躬？这支票是真的吗？该不会是哪里找来骗我们的吧？我相信韩玉不会撒谎的。既然邀请函的事情解决了，那我们现在出发去王氏的宴会吧。不行，你不能走！我已经给张公子打过电话了，他一会儿就来接我们。你跟我来。你能不能不要再插手我的事了？我跟张东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有什么瓜葛，你要是不想去
你就自己在这里等你的张东吧。韩韵、苏晨，我们走。是。下次见面可别忘了鞠躬啊，林大妈。该死的苏晨，心儿居然选择相信那个乡巴佬，不相信我，肯定是那个混账小子给心儿灌了什么迷魂汤。这才几天就闹得心儿跟我翻脸，长期下去还了得，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乡巴佬赶出去。心儿，等等我。哟，刘总，幸会幸会。小李，你也来了。王老爷子的生辰宴哪能不来啊？听说王老爷子呀要在宴会上当众宣布王氏接下来的合作对象，也不知道会花落谁家呢。哎，张哥，那个孟星儿呢？今天怎么没跟您一起来啊？哼，那种货色的女人我已经玩腻了，长得也不怎么样，还不识好歹。这个张东太过分了。你们懂什么？商场上讲究的就是一个能屈能伸。哎呀，张公子，好久不见了，我们心儿可是每天都在念叨你呢，怎么都不来家里坐坐啊？啊，是林伯母啊。哟，这不是小孟总吗？没有邀请函还来做什么？该不会是来跟张哥和好的吧？哎呦，张哥，怎么有人没有邀请函还好意思蹭酒席啊？孟心儿，看在你妈妈一片苦心的份上，只要你好好跟我道歉，拿出一点诚意来，我也可以不计前嫌。心儿，还不快点道歉，再来给张公子捶捶背。竟敢无视我。张公子啊，我学过几年医，你那个症状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听我一句劝，成年人还尿裤子，那就是肾虚，得补啊。你什么？张公子尿裤子了？啊，什么？张公子肾虚？莫非张公子就是因此被孟总甩了？苏晨，您好，我们受王氏的邀请来参加宴会，这是我们的邀请函。哎，孟心儿什么时候拿到王氏的邀请函了？啊，这是邀请函？这个样式的我怎么没见过呢？抱歉啊，这事儿我要先禀报一下经理，请你们在此稍等。哼，天哪，小孟总该不会是自己画了一份邀请函吧？听说过假钞，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假邀请函呢。该不会是被人骗了吧？小孟总，真可怜啊。哎，真是丢脸呐，星儿。要是你现在做我女朋友，求求我，我还会考虑带你们进去哦。哎呀，星儿，我早就说了这小子不靠谱，你还不信？快点儿，不要寒了张公子的心。妈，我说了，不要再管我的事情了。张东，我从前敬你是合作伙伴，你却在我车上做出那种事情。你要是脑子不好就去医院看看，没让你赔我车就不错了，还说我不识好歹。真是王八扮走毒，憋不住笑了。心儿，小孟总，你找死。张公子，肾虚可以治，打人可就要进局子了。苏晨，又是你，苏晨，你该不会以为我拿你没办法吧？给我打！哼，谁敢对我们王氏的贵客不敬？看到了吗，星儿，我可是王氏的贵客，我希望你记清楚自己究竟错过了什么。嗯，哼，给我上。嗯，喂，等等，我可是王氏的客人，你们干什么？抱歉，让诸位久等了。请问这封邀请函是你们的吗？啊，是我们的。王氏这个态度，这邀请函难道有什么特别的玄机？方才的事我向你们赔罪，之前是我们怠慢了。啊，四位贵客这边请。贵客？贵客是在说孟星儿他们？
麻烦了。会客是我们？这么说，那邀请函是真的？我早就说了，是王氏总裁亲手交给苏晨的。这邀请函不一般。哼，我看是老爷子暗中相助了。这小子到底给老爷子灌了什么迷魂汤？至于你，张公子，冒犯我们王氏的贵客，从今往后，你和你的家族张氏都将被王氏拉入黑名单，往后不要再出现在王氏的地盘上。你居然敢这样对我，你一定会后悔的。区区张东也敢大放厥词，那可是王氏的特殊贵宾邀请函，持有该邀请函者地位等同家主，一同发出的应该还有一张黑卡。这苏晨到底是什么身份？来来来，来来来，四位贵客，这边请。哼，真没想到，你们孟家居然也有资格坐到第一排。又见面了，赵黎卓。哼，真可惜啊，孟老头子没死，看来你们梦想集团还可以多蹦跶几日。不过也好，一会儿就让你们见证一下我与王氏达成合作的时刻吧。赵黎卓。原来这人就是赵黎卓。韩韵，我让人把准备送给王老爷子的礼物带过来了，你去拿一下。好的，孟总。哼，现在还没签约呢，鹿死谁手可还不一定。小孟总，做生意光靠嘴硬是没有用的，要靠脑子。哎，是王老爷子。王老爷子来了。大家好，大家好。卓越集团赵黎卓为王老爷子送上云顶别墅一套，天字一号。云顶别墅，那不是最近刚造好的楼盘吗？据说赵国风水大师李中飞看过，人杰地灵，住在那儿能够延年益寿，为此已经炒到了有价无市的地步。能送出这等礼物，卓越集团真是不简单啊。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梦想集团孟星儿为王老爷子送上求荣大师作品一件。好酒。求荣？是我想的那个求荣吗？那位大师不是已经隐退十多年了吗？听说现在他的作品每一件都能炒上上亿。先前听说梦想集团已经在走下坡路了，现在看来都是谣传啊。这不是那个酒老头喝多了刻着玩的东西吗？能上亿？难道说……哎，不，不可能，那家伙怎么可能是什么大师啊？肯定是我想多了。又没钱买酒了。挺费心啊，小孟总。彼此彼此。多谢各位前来捧场啊，借着今天这个好日子，我有一件大事要宣布。来了，想必是要宣布王氏的合作对象了。在那之前，我还要感谢一个人。多亏这个人救了我，我才能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庆祝我的生日。救了王老爷子的命？是谁？这个人就是……啊！王老爷子这是往苏晨的方向走，难道韩玉说的全部都是真的？好难得，居然感觉到了一丝灵力。不好意思，我离开一下。灵力的物件落在普通人手里不是好事，你去看看。苏神医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苏神医觉得我还没有资格给他敬酒？我找人问过首都最好的医师，据说我的病想要治好，需要以灵力御针，已经是术法的层次，能够做到这一步的，至少也是宗师以上的高人。如果真是这样，那我的确没有资格给苏神医敬酒啊！不行，不能得罪这样的高人。小孟总啊，这杯敬你。您太客气了。走近了感觉更加明显，这应该是有人刻意留下的一个咒术，看起来更像是有人想暗害王老爷。切，
那就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吧。哎呀，今天又做了一件好事，真是可喜可贺。趁着咒术的气息还很新鲜，出去追查一下，会施展这种害人咒术的家伙，可不能轻易放过。该死的，孟家什么时候勾搭上了王家？啊，哈哈哈，来来来，王老爷子居然如此看重孟星儿，还亲自给他敬酒。<笑>罢了。 只要合作不告吹，等我得到了王氏的支持，区区孟家算什么东西？我可是已经跟王氏达成口头约定，<笑>合作愉快。这次的合作机会非我卓越集团莫属。我今天打算宣布的消息，也跟小孟总有关。今天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宣布王氏之后的合作对象。 就是小孟总带领的梦想集团。什么？我们？哎呀，太好了！也感谢其他为王氏集团出谋划策的朋友。啊？即便今天没有被王氏选择，也不代表各位没有实力，只是差一点缘分罢了。梦想集团在美妆行业上的实力，跟卓越集团还是有点差距。 不过跟生意比起来，当然还是生命更重要。好，好，好，真没想到王建墨，你敢耍老子！幸好老子还留了一手。赵总，你，哈哈，除了云顶别墅以外，我还给王老爷子准备了一份大礼。哦，赵家主倒是有心了，合作都告吹了。 还送礼物，赵黎卓这人能有这么好心？来人，这是我专门求来的价值3亿的开光宝剑。虽然今日没能达成合作，但既然是为王老爷子求的，索性就祝王老爷子鸿福齐天，寿比南山。这，没想到赵家主如此惦记我这老头子。 真是惭愧啊！<笑>哪里哪里，我专门找人在这个手把剑上下了咒，能让被施咒者对施咒人言听计从。就算我想要整个王室，也不在话下。<笑>只要王老爷子能够高兴，我这份礼物也就值了。哼，生效了，走开，王老爷子。 我刚刚没有听清，你说王氏接下来的合作对象是谁？是赵氏对吗？赵家主在说什么呀？怎么年纪轻轻的，耳朵就不好使了呢？啊！你不打算改变主意吗？我看赵家主是头脑不清醒了。来人呐！把赵家主带到外面去吹吹冷风，清醒一下。 这怎么可能？放开我！这怎么可能呢？我可是花了10亿，才请大师出手帮忙下咒的，怎么可能没用呢？难道我是被骗了吗？这……哎，赵黎卓这是怎么了？突然好像中邪了一样。 哎呀，我就知道我女儿最棒了！不枉我们这么辛苦筹备啊，孟总。<笑>让诸位见笑了，接下来还请各位好好享受这次宴会吧。<笑>快放开我！赵黎卓刚刚是怎么了？该不会真是中邪了吧？苏晨，他刚刚去哪儿了？这家伙怎么神出鬼没的？你去哪儿了？ 上厕所去了。刚刚王氏宣布要和我们梦想集团合作了，但我之前得到的消息都是赵氏才是这次的黑马。时来运转啊，孟总，恭喜恭喜！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怎么，孟总觉得是我带来了这个喜气，要不孟总请我吃饭好了，我要吃最贵的。星儿，你跟他废话什么？这事儿多半是你爷爷又找以前的朋友出手了。
你还真以为以乡巴佬进门能带来什么喜气呀、啊？爷爷还有这样手段通天的朋友，那你就太小看你爷爷了。我听你爸说，孟家在天水市还有个实力强大的主家，要是你爷爷愿意，这点事情也就是洒洒水而已了。孟家还有主家？我怎么从来没听爷爷提起过？哦，这么一想，苏晨要是跟王老爷子有私交，刚刚怎么会那么没有眼力见得离场呢？啊，嗯，看来是我想多了。好了，苏晨，说了这么多，我都渴了，你赶紧去给我拿杯酒。不去。这就是你对待岳母的态度。大妈，等你把欠我的鞠躬道歉补上，再来跟我谈对待岳母的态度吧。说起酒，我还真有点饿了，去弄点吃的。喂，苏公子，我们王老爷想请你过去坐坐。请我？这个臭小子。别生气了，林伯母。哎，来喝酒。咦，张东，你不是？先前呢都是误会，我特意找王老爷子请罪了。张东，你还来干什么？别生气了，星儿，我先前也是一时冲动，我冷静想过后，这不是来跟你道歉了吗？你那是冷静了吗？你那是看中我们梦想集团被王氏看中了，又觉得有利可图了吧？星儿，你要是这么说，我可就太伤心了。我为先前说过的那些话跟你道歉，我那不也是在乎你才这样吗？哎呦，还是我们张公子会哄人。好了，星儿，别任性了，喝了这杯酒重归于好吧。妈，你能不能别罢了，看在我们两家生意的份上，这杯酒我喝了。我们孟总果然和一般女人不一样，宰相肚里能撑船。这酒怎么感觉味道有点奇怪？星儿，你脸好红啊，是身体不舒服吗？不对，感觉越来越热了。我要去一趟洗手间。星儿，我叫我的私人医生过来给你看看吧。走开。星儿，星儿，你脸怎么这么红啊？我看你走路都有脸摇摇晃晃的，是不是感冒发烧了？我看不然就叫张公子的医生过来看看吧。不用你们管。放心吧，林伯母，我会照顾好星儿的。哎，这个张东可是我的好姐妹推荐的，说是天水这个圈子里最有品德的年轻人了，他应该不会对星儿做什么的吧。臭婆娘，先前那么得意，现在还不是落在我手里了。真没想到啊，这娘们儿居然还有本事攀上王室，要是早知道这事儿，之前就多在他身上花点心思了。不过现在这样也没差，等生米煮成熟饭，让他不认也得认。遇到比你弱的你就欺压，遇到比你强的你就谄媚，你还真是下贱啊。滚开。唉，幸好没有来晚，不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跟孟爷爷交代。原来英雄救美还有这好处，倒是不亏。你好，帮我叫辆车，再帮我跟王老爷子说一声，我们先走了。是王氏的贵宾卡，你放心，我这就去叫车。小陈回来了。哎，星儿，这是怎么了？喝多了？
脸怎么这么红？该不会是生病了吧？是在宴会上着了别人的道？什么？不过孟爷爷放心，等银针把毒素排出来就没事了。谁敢这样对待我孟浩的孙女儿？下药的是张家的张东，不过这药效果猛烈，我看不是一般人能弄到手的。 说不定张东背后有其他人。让你去办的事情，办的怎么样了？药已经转交给张东了，我还帮他买通了门卫。现在这个时候不出意外的话，张东应该是得手了。这件事要是做得好，你先前失手的事儿，我就既往不咎。是。 喂，老黎哥，张东的父亲怎么打电话过来了？难道这个废物又失手了？老大，让张灵修知道了我们给张东违禁药品。张老爷子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老大刚刚的眼神好可怕，张黎卓，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他现在变成植物人了，你知不知道？张东变成了植物人，怎么会这样？从王氏宴会回来以后就这样了。医生说大概率终生植物人。我问了他身边的人，宴会上他只接触了孟家孟馨儿和你身边那个厉害。你为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张总这话说的，您怕是都不知道您儿子最近都做了什么。他对孟仙儿死缠烂打，听说还用了些不正常的手段。什么？我看呀，他要么是被孟家报复了，要么是被孟仙儿的那些追求者整了。哎，红颜祸水啊！要真是这样，我定要孟家死无葬身之地。 张老爷子，不如这样吧，你把这事交给我，7日内我一定让孟家人给张公子偿命，如何？看在我们两家合作的份上，我姑且相信你，希望你说到做到。你放心吧，儿子，我一定不会让你就这么白白受了委屈的。谁来救救我？ 谁来救救我？我还有意识啊！我不是植物人呐、啊，是那个该死的苏晨丢了什么手段，让我动不了了。我还活着呀！老王啊，那个苏晨真有你说的那么神？哎，我说话你还信不过吗？我什么时候诓过你呀？王老爷子，你昨天说你这儿正好有我想要的东西。哎呀！ 苏神医，您可算来了，快请坐。您上次说需要一些够年份的药材，刚好我这找到了这株人参，据说已经有千年之久了。您看是不是您需要的？嚯，灵力充沛呀！正是我需要的，多谢王老爷子。哈哈哈，能帮上苏神医是我的荣幸。啊，今天啊，主要就是想让您。 帮我朋友看看身体，他最近总是头疼脑热的，您看是不是需要调理一下身体？这跟身体没关系，是撞煞了。撞煞？你最近有没有搬家？没有。有去朋友那里小住吗？也没有。那……够了！老姜，你这是怎么了？老王，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居然找了个江湖骗子在这里哄骗我。 这种封建迷信的东西，以后别拿到我面前来。等等，算你走运吧。既然我收了王老爷子的谢礼，那就该出力帮你免灾。这个你拿走，能帮你挡3次灾。哼，接下来是不是就该狮子大开口，跟我要钱了？我都说了，王老爷子已经付过报酬了。好大的力气！ 我竟然完全看不清他的动作，也挣脱不开他的手。老姜，你要是还愿意认我这个朋友，就收好苏神医给的东西。是。
看在老王的面子上，我就收下了。老王，你真的让我很失望。真是不好意思啊，苏神医，我这朋友年纪比较大了，脾气有点轴，不是有意冒犯啊。算了，好言难劝，该死的鬼，你要是担心他，这几天就多留意一下他的情况吧。他身上这煞离发作不远喽。是是是，苏神医交代的事情我一定放在心上。听王老爷子说，星儿和苏晨先走了，不知道回来没有。爸，我回来了。你还知道回来？我昨晚喝多了，就在我好姐妹那边住了一晚。混账！爸，你干什么啊？你还好意思问？你知不知道星儿的清白差点就被张东给毁了？什么？张东那小子他怎么敢？星儿呢？我去看看星儿。星儿，星儿，你没事吧？我已经没事了。那就好。如果不是苏晨，这次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我哪里知道张东是这种人吗？都怪我那个好姐妹蛊惑我，我现在就跟他绝交。我最近打算到公司住一段时间，具体到什么时候嘛，看什么时候忙过这一阵吧。星儿，你要搬出去住？只是暂时在公司住一段时间而已。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现在就发短信跟那个介绍张东给我的贱人绝交。够了、以后别再管我的事情了。星儿，星儿肯定还在生我的气吧。哼，都是你自作自受。呀，孟总，这是要去做什么？去旅游？最近工作比较多，打算去公司住一段时间。啊？为了完成工作，要从这么漂亮的房子里搬出去，住到公司去。你还真是热爱工作啊。以后有个股东会议，你也一起去公司吧。我刚到家又让我加班啊。不好了，孟总，出事了！我们研发的小瓷瓶项目被药监局突击审查，说我们资质不合格，疑似伪造公章。药监局？小瓷瓶项目手续肯定都是正规且符合流程的，药监局怎么会突然来势汹汹？怕不是集团内部有人在搞鬼。先带我去看看。好的，孟总。小孟总，现在可是小瓷瓶项目最关键的时候，这个节骨眼上要是出了问题，我们前期投入的几亿资金可就全部打水漂了呀。具体情况我已经了解了，我会处理的。这位是赵飞扬，目前梦想集团内除了孟氏以外，就是这个赵飞扬代表的赵氏占有的股份最大了。我可是从小瓷瓶项目一开始就已经安插了自己人在里面，蓄谋良久，这次又有卓越集团的关系相助，星儿，你完了！所有人马上停下手里的工作，配合我们调查。您好，我是梦想集团的总裁孟星儿，我们的小瓷瓶项目先前是经过审批的呀，怎么会有问题呢？我们发现小瓷瓶项目中所盖公章与我们药监局的公章不符，现怀疑你们梦想集团涉嫌伪造公章，这个项目必须马上停止，你们也要跟我回去接受调查。这怎么可能？这个项目的资料基本是韩运和我在准备，但是提交报告的那段时间，
因为爷爷病危，我请假了一段时间。韩玉，当时集团内是谁负责提交这个项目的？是赵飞扬董事。那时候我本来是想要自己负责这个项目的，但是赵董突然说他有关系，能够加快审批的流程。难道就是那个时候？该死，让这家伙摆了一道。钱长官，这件事我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您能不能给个机会让我们好好谈谈？要不是我爸爸的病需要赵飞扬介绍专门的医生，我也不想帮赵飞扬办事。要是这个孟心儿能够帮我。不行，看样子还得添把火。钱主任，你爸爸现在已经被我们控制，还想再见到你爸的话，就按照约定好的去。该死的赵飞扬，现在这是在威胁我。不行，这个时候得先顺着他来。先将人带回去吧。是，快走。再不走就涉嫌妨碍公务了。我们又没说不去，但你们可别不讲道理强压着人啊。这下糟了，得想想办法。小孟总，都怪我。没事，既然我们没做亏心事，肯定会没事的。孟心儿，我看你以后还怎么跟我竞争。不许动，我替你接。喂。哼。苏。抱歉，他现在没空接电话。他需要接受药监局的调查，有事的话就来药监局见他吧。别想耍什么花招，快点走。好啊好啊。苏晨需要接受药监局的调查。这些证据你怎么解释？哼，我就是个跑腿的，这些集团事务你问我也没用啊。我们查到你之前没有在任何公司任职过。一进梦想集团就能当上总裁秘书？谁知道呢，可能孟总看中我这帅气的皮囊吧。少给我嬉皮笑脸的，我这是在给你机会戴罪立功。哎，你不相信那我也没办法。好好好，不到黄河心不死是吧？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可是遵纪守法的良民啊，长官。不吓唬吓唬这个小子，看来是没法撬开他的嘴了。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良民。钱主任，请问你打算怎么给他点颜色看看？江局，你怎么在这里？我听说老王的救命恩人被你们抓起来了，特地过来看看。什么？王老爷子的救命恩人？在哪儿？江局怎么突然想通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是，苏神医真是料事如神啊，我这半天可真是多灾多难啊。先是出了车祸。你这儿怎么开车的？虽然车坏了，但是幸好没有人受伤。这张符突然碎了一跤，这再是回家的时候差点被花盆砸到。哇，就刚刚开车过来的路上还差点刹车失灵。那个苏晨说这符只能帮我挡三次灾，这刚好就是第三次了。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啊，对不起苏神医，先前是我太傲慢了，我向您赔罪。江局，再给苏晨鞠躬，我完了。哎，不用跟我客气，反正我也是拿了王老爷子的谢礼，还他人情罢了。苏神医真是大人有大量。对了，我查了梦想集团的项目手续，一切都是合规合法的。
有关钱主任你擅自调动执法机关，并与梦想集团赵飞扬存在私下交易一事。将军，我可以解释。带走。啊，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是被威胁的呀，将军，将军。这次多谢你啊，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是来找我解决煞气的吧？啊，苏神医愿意帮忙就最好了。不过，我得先处理好梦想集团这边的事务才行。哎，听说了吗？小孟总被抓了。啊，真的吗？想必各位都已经听说了，如今孟星儿已被抓捕，一时半会儿恐怕是出不来了。因为爸的事急忙回国，结果爸没事，集团里却出了这么大的事。集团总裁的位置交到星儿手上以后，从没出过这种事儿，这里面恐怕另有蹊跷。这事要是坐实了，会给我们梦想集团的声誉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对呀，对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哼，孟星儿这次是触及了原则问题，他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这种罪名一旦成立，他现在能不能出来还不一定呢。早就说女人当不了总裁，格局太小。当初决定总裁人选时，我可是投过赵飞扬一票。现在事情还没定论，大家不要自乱阵脚。我相信我女儿不可能做出那种违法乱纪的事情。倒也不是我们不相信小孟总，但是现在事实都摆在眼前了，由不得我们不信啊。就是就是。孟董，我看你是糊涂了。我们本来就指望着小瓷瓶项目回笼资金，现在全都完了。孟董若执意护短，要不就拿出解决办法来吧。这现在就停在楼下，听说是江局亲自到场。什么？江局亲自到场？啊，完了完了，孟星儿那家伙到底惹出什么麻烦来了？大家别自己吓自己了，先下去看看吧。孟星儿啊，孟星儿，就让我好好欣赏一下你落败的样子吧。哟，是什么风把将军您吹来了？你就是赵飞扬？哎，是我是我，没想到您居然听过我的名字。孟星儿好像没回来，看来是完蛋了。这次总裁的位置非我莫属了。啊，将军，这是什么意思？跟我们走一趟吧，赵飞扬。我们已经掌握了你与我们局里前兵主任私下交易的证据，现在带你回去接受调查。不许动，老实点。啊，你有没有搞错啊？那都是他的一面之词，是他污蔑我的，放开我。小孟总，你的高跟鞋不方便，下车小心。谢谢。什么？孟星儿，你怎么被放回来了？一定是你搞的鬼！你当了这么久的总裁，换我当一阵怎么了？你就是不想让我好过是不是？赵飞扬，你别误会了，你只是罪有应得而已，并且你根本配不上当我的对手。哼！王星，这次多谢江局了。您看您哪天有空，我请您吃饭吧。啊，哪里哪里。小孟总要谢就谢谢苏晨吧，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苏晨，这件事跟他有关，不是将军恰好下来视察？还要多谢苏神医给的符才是啊，要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下场呢。要谢就请我去你家吃饭吧。啊，应该的应该的。这人身上煞气久久不散，你找找源头在哪里。我还要去帮江局做点事，拜拜啦。苏秘书慢走。没想到江局长对苏晨这么客气。不管了，
也是时候好好整顿一下集团内部了。江雪，你这房子看着是刚装修过？是啊，老小区，先前墙皮都脱落了，只能翻新一下。嗯，你这房子有一股死气，像是死过人啊。什么？苏神医，我这房子是国家分配给我的，不可能死过人的，您是不是搞错了呀？这说法也太老套了，之前该不会只是巧合吧？只是有死气，也不一定真的死过人。将军，你说装修之前墙皮脱落，是不是就是这个位置？哎，就是这个位置。苏神医真是料事如神啊。好，我需要把这个地方砸开。这一定要砸吗？这墙我还是刚装好啊。错，苏神医，你要是还想活命，就一定要砸。这是人骨。看来犯人将受害者的骨头和凶器都藏在了你的家里，真是好重的怨气。此人生前应该是遭遇了非人的折磨，这应该就是纠缠将军你的煞气来源了。这样啊。我的头好痛啊。苏神医，救救我。放心吧，杀害你的凶手一定会被抓捕归案的。大功告成，煞气不会再纠缠你了。头疼消失了，多谢苏神医啊。不必多谢，若不是将军你平时为人正直清廉，积攒下的功德在庇佑你，换做常人恐怕早就出事了。这柴刀我就带走了。另外还要劳烦将军替这个受害者找到凶手，不然煞气可能还会卷土重来。放心吧，我发誓我一定会抓住真凶。早上太阳刚升起，紫气东来，正是修炼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修炼两个小时，抵得上其他时间修炼三天。最近修炼收获很不错。哦，哈，岳父早啊。听说昨天集团出事是你拜托江局解决的。你也知道了，一点小事而已。这怎么能算小事啊？你先是救了我爸爸，现在又救了我女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我听说你对古董药材之类的感兴趣。算是吧。走走走，我对古董也有一点研究，正好今天带你去长长眼。啊，也好。苏晨，我知道你刚下山不久，古玩这一行水很深，到时候你少说话，正好我前几天订了一幅画。走，我带你去见识见识。好啊。哎呦，孟老爷可算是来了，你都不知道这画有多抢手，最近来问的不下十个呢。怎么样，雨之鼎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古代宫廷画师，我找了好几年了才找到这一幅真迹。孟老板真是好眼光，那这幅画就按我们当初说好的200万给您包起来。嘿嘿，这赝品可是我找高手仿制的，200万这下赚大发了。哎，没问题，我这就。等等。这话有问题。什么？不会啊，我专门请教过大师的，这画上几处笔法都是雨之鼎特有的，不可能是赝品啊。嗨呀，我可是看在你是老主顾的面子上才给你把画留着的，你要是不诚心要，我就不卖了。哎，别，我要。
都怪你，说了让你不懂就少说话，差点给我生意都搅黄了。唉，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啊。嗯？不好意思啊，我先去接个电话。好好好，你先去。嘿嘿，老孟啊，既然你不讲道义，出尔反尔在先，那就不要怪我坐地起价了。好了，之后你不要再随便说话了，等一下惹恼了老板就不好了。好好好。嗯嗯，哎啊，这应该就是老板请来的托吧，下一步就该……这不是宇智鼎的画作吗？对对对，就是这个反应。古玩这一行最喜欢骗那些半懂不懂的外行人，这套流程下来，神仙也会被忽悠成傻子。老板，老板，来人，这画我要了。什么？哎呀，哎，这位客人，这张画刚刚孟老爷已经要了。付钱了吗？没付钱就是买卖还没成，我可以加价，我出500万。这怎么还不够？那600万。孟叔叔，这画不然就让给人家吧，我看这画还没我画的好呢。住嘴。哼，我出1000万。现金。1000万。哎呀，孟老板真是财大气粗啊。嗯，这1000万我暂时拿不出来，你们等等我，我现在就回家取。快快，现在把账结了。哎呀，刚好那个人走了，我跟孟老板你关系好，我就给你结账吧。是是是。嘿嘿，真是个冤大头啊。哎呀，细看这幅画比上次看的时候更美了，这就是名家名作的魅力吧。你这是花了1000万以后看头粑粑都像是金克拉吧。你还好意思说，都怪你害我多花了800万。下次你不懂就不要在边上瞎咧咧。好好好。哟，孟老爷，今儿又收什么好东西啊？看你一脸春风得意的。快拿出来给我们开开眼吧，老孟。那自然是买到你们想不到的好东西。俗话说财不外露啊，孟叔叔，我们还是快点回家吧。什么财不外露？等等，好东西就要分享的。我可是淘到了名家宇智鼎的真迹。哇，看起来不错呀，细节处用笔也很像宇智鼎，看着真是宇智鼎的真迹啊。哎呀，这等宝贝都让老孟淘到了，羡慕我啊。我可是劝过了哈。什么宝贝，不如也让我长长眼。谁呀？你们是？我爷爷姓孙，在省城也是特级的古董鉴定师，哪怕是考古队的人都不一定有我爷爷专业，能给你们长眼那是你们的福气。好大的口气。哎，既然来了就是有缘，那就恳请先生赐教了。嗯，宇智鼎广泛涉猎绘画领域，擅长工笔重彩、水墨写意、白描、淡彩、墨骨等多种画法，这幅画的确十分考究。那您看这画大概值多少钱呢？嗯，5000-6000吧。5000-6000万呢、啊、天哪，老孟，你赚大发了。哎呀，运气好而已。以后也多帮兄弟们长长眼啊。哎，一定一定。不，你们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说的不是5-6000万，而是5-6000块。什么？你的意思是这画是赝品？正是。这赝品？怎么可能是赝品啊？上来就说是赝品，我看挺真的。这不可能啊，你再仔细看看这笔触，这怎么能是假货呢？老先生，你是不是看走眼了？哎，有
有事说事儿啊，你别动手动脚的。我爷爷看过那么多奇珍异宝，他既然说假的，那肯定就是假的。不如别说了。这位先生也别激动，你要是不信，可以撕开这张画看一下。你这画不仅颜色过于艳丽，纸张也不太对。鱼之鼎那个时代纸张普遍薄脆，而这张却很有韧性，多半是后世的工艺，你撕开一个角应该就能看到了。哦，今天就要看看这画到底是真是假。你看这些白丝就是涤纶，这种工艺差不多是近百年才出现的，距离鱼之鼎那个时代至少还有几百年呢。这画居然是假的。这么说苏晨刚刚一眼就看出来了。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你还想跑，给我退钱。哼，孟先生，你这是什么话？我们做生意向来是买定离手，你自己看打了眼，关我什么事儿？哎，算了，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我就让一步。左边柜台上的那些东西，让你随便挑一样走好了。你以为我在乎这一千万？谁稀罕你的东西？哎，白送的怎么能不要？就他吧。这东西在我店里放了半年了，一直无人问津，你愿意收走还真是解决了我的一桩心头之患。先说好，我们这就算两清了。是吗？那你可要记得自己说过的话，买定离手，不能再后悔了。嗯，这个成色还凑合吧。哇，里面掉出来一个什么夜明珠。这成色很不错啊，我估计至少要五千万。居然从废铁矿里开出一颗夜明珠。这小兄弟不简单啊。哎，不行不行，这东西你不能拿走。为什么不能？你不是已经把它送给我了吗？这颗夜明珠明明是我的。无耻，买定离手，这还是你刚刚告诉我的规矩。去他的规矩，你们知不知道我的店是谁照的？要么放下那颗夜明珠，要么我现在就给青山堂的厉老大打电话，要你们吃不了兜着走。青山堂？那是什么东西？青山堂是天水市有名的涉黑组织，听说隶属于卓越集团赵黎卓手下。我一直怀疑爸爸先前出事就是被这帮人暗算的。哦，好汉不吃眼前亏，苏晨，要么咱们还是先把东西还回去吧。等等，小兄弟，要不这样，你把这颗夜明珠卖给我，我保证今天这里没有任何人能伤害你们，怎么样？不，这夜明珠我看上了，我倒是想看看这个青山堂有什么本事能从我手里把它抢走。什么？好好好，你们给我等着，今天你们要是能走出这条古董街，以后我的名字就倒过来写，奉陪到底。年轻人还是太冲动了。不会真的被人拦下来吧？那个老板应该只是嘴上说说吧。别紧张，车到山前必有路。就是你们在我青山堂的地盘上闹事？几个脑袋啊，这么狂？孟总，怎么办啊？青山堂？嗯，原来说的就是你们几个啊。是你。做好觉悟了吧，小子，下辈子记得注意点儿。
燕，找死！等等，真是聒噪！打了他们就不能再打我了。上次光顾着给孟爷爷治疗，都没来得及收拾你们，今天又见面了，还真是缘分啊！啊！请大佬饶我一命，我可以为您当牛做马。那正好，带我去你们的大本营。我今天兴致上来了，就新账旧账一起算，干脆拔了青山堂这个毒瘤。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不是这个青山堂给孟爷爷下的毒。我完了。大佬，慢点走，我害怕。要闹事的人是我，你害怕什么？大佬，你有所不知，青山堂有个叫王青山的打手，年纪轻轻就已经打遍天水，是年轻一辈的武者。大家都预言，未来20年，他必定能晋级宗师。青山堂虽然名义上由我全权管理，但实际上打手们真正幸福的老大只有王青山，要是让他知道我把外人带进来，肯定要打死我。大佬，你看我都已经带你到这里了，要不你就自己进去吧。怕什么？你要是识时务，让你当老大也不是不可以。不就是古董街那边有人闹事吗？厉害，那个废物怎么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哎呀，王哥别气啊。对呀，我给您捏捏腿。哼，上次让他去孟家抢邀请函也失败了，这次不知道又要闹出什么幺蛾子，真是不中用，还是我亲自去一趟。都给我。你就是王青山？你是什么人？我问你，孟家孟浩之前中毒的事跟你有没有关系？感觉不到此人身上的灵异气息，此人要么灵力修为在我之上，要么根本没有修习灵力。他这个年纪若是修为能在我之上，不可能没有听过，多半只是寻常习武的练家子罢了。这被我一拳打成碎片，孟浩那老东西难道没有告诉过你，我青山堂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便闯的吗？看来就是你了。人呢？尸体在说话。我靠！怎么回事？我甚至连他的动作都看不清。难道这小子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越我了？完了，这下青山堂完了，赵卓肯定不会放过我。这横竖都是死，还不如趁现在逃跑。上哪儿去？我突然想起来，今天出门前我家的鸡还没喂。大佬，您还有什么吩咐？我看这青山堂打手不少，直接废掉太可惜了，不如你来替我管理这些人好了，以后你们就替我办事。至于费用嘛，你想办法去向你的主子赵离卓要好了。这不是要我当双姓家奴吗？怎么不乐意？乐意，我乐意。对不起了赵老板，老子我今天也是被逼上梁山了。哎呦，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别想着逃跑啊，我已经在你身上下咒了。最好别让我知道你有别的心思，否则后果自负哦。拜拜，有事的时候我会联系你的。这下真成两姓家奴了。也不知道那小子现在什么情况了，肯定被打得满地找牙，跪地求饶了吧。饶了我吧，李老大，我再也不敢了。嗯？哎，李老大，李老大，
厉老大，嘿嘿，那个苏晨现在怎么样了？一定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了吧？鼻青脸肿，倒是确实鼻青脸肿了，可惜不是苏晨。起来，这一切都怪你。符咒真有那么神？我打电话告密都能知道。啊！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放过我吧。我可是为你付出了很多，你是不是应该赔偿我一点啊？啊，李老大，收获不错。李老大，给我留一点吧。厉害，这个死人骨到哪里去了？居然敢不接我电话。喂，赵黎卓，你说的要孟家好看，我可还没看见。出了点意外，我没想到孟星儿居然认识药监局的江志学，他下场把事情摆平了。哼，我不关心这些，我只要知道孟家什么时候能死。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了。赵飞扬虽然失败，但他的父亲赵金明也因此对孟家恨之入骨。梦想集团有个很重要的项目，相信张家主应该也听过，就是冷光美肤项目。先前一直是赵金明全权管理，核心技术人员都是他的人。我会让赵金明带着冷光美肤项目的所有核心人员一起跳槽到卓越集团。这次我看梦想集团还能翻出什么风浪来。苏晨，苏晨，怎么了孟叔叔？今天看起来好像格外开心啊，有什么好事发生？上次那个古董店老板不知道怎么了，居然说要把钱退给我，还补了我一副雨之鼎的真迹呢。看样子那个厉害办事还挺卖力的，这么快就让古董店老板把钱送回来了。虽然这副没有花钱，但我还是想知道是不是真的真迹，想请你帮我看看。好啊。爸，可算找到你了。哎，星儿，你今天居然这么早就回来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月药师呢？他现在在家里吗？在呢，他给你爷爷配药呢。怎么了？赵金明跳槽去了卓越集团，还带走冷光美肤项目的几名核心药师，现在整个项目都面临停产，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月药师研究新的配方才行。这么严重啊？那要不我也去看看。那你们快去吧。我们快些。小孟总，你说的事情我已经了解了，但是要想破解冷光美肤的秘方，我初步预计至少要一年。一年过去，只怕梦想集团早就已经让卓越集团击垮了。岳先生，真的没有更快的办法吗？什么配方这么复杂，还要研究一年？就这？哼，这冷光美肤项目最麻烦的还不是秘方，而是最核心的那几味药物需要特殊的方法进行提取，而能够完成这种提取过程的员工短时间内根本找不到。说来惭愧，老孟对我有恩，原本不该在孟家如此危难的时候提出解约，但我如今年岁已高，实在是吃不消这般折腾了。正好我与孟家的合约也快要到期了，你看这连月老都要离开吗？那梦想集团还有什么能够依仗的呢？那配方在这里了，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提取方法我有一种更简单的，也写在上面了，不过我看这配方不怎么样，我这儿还有更好的。
别胡闹了，苏晨，你是想让我们别这么紧张吗？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闻一下就能知道配方的事情啊，又不是漫画。有啊，我就是可以啊。小伙子有自信也是好事，来，让老夫看看。这配方。月老。这。你刚刚说还有一个比这个更强的配方，可以写出来给我看看吗？当然。给。这。是圣血秘方。居然是圣血秘方。没想到老夫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圣血秘方。哎呀，小孟总，你有这一手你怎么不早说，见外了不是？我求你了，这个秘方请一定要让我来配置好吗？我们合约不是要到期了吗？我们再签新的，我可以自降一半薪资。就这么说定了，我现在让我秘书送合同过来。月老，这药方真有这么神奇啊？苏晨，这药方到底有什么用处？这配方的效果和冷光美肤一样，但效果绝对完爆冷光美肤。这么厉害？这个配方名叫圣血秘方。圣血秘方？这个名字就算是我也有所耳闻，传闻有古代神医制作，从前宫中的皇后妃子都在使用这一款秘方，可惜后来失传了。如果这真的是圣血秘方，那也难怪月老会那么激动了，这根本就是无价之宝啊。这配方你哪来的？这个嘛，我18岁成人那天，师父给了我一个残缺的秘方，说是只要我还原就能让我下山，我就把它还原了。见鬼，真让这小子做到了。虽然那老头事后反悔了就是。拿着一个残缺的秘方就随便还原了。我记得有个上市集团专门请了顶尖的药剂师，每年斥资几十亿进行研究，最后都不了了之。不过好几次听爷爷提起苏晨的师父了，应该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吧。完整的药方多半也是他师父给他的吧。不管怎么说，还是要感谢苏晨这个时候愿意拿出这个秘方来。这下就算没有冷光美肤项目，集团的收益也只会多不会少。你有什么想要的吗？作为这次的报答，我可以考虑满足你一个条件。条件啊？先来个几百万看看实力吧。孟总，我想买点药材。就这点出息？这里是5000万，就当是这张秘方的预付款。这就是被霸总罩着的感觉吗？孟总大气。先前给孟爷爷准备的药还是差点年头，这回看看能不能收点好的。总感觉还差一点什么。差一点什么呢？差一味甘草。对呀，甘草是百搭之王，能够中和人参、大枣，增强养阴血、生津液的功效。这么一来，这药方就齐全了，高，实在是高啊！原来是苏神医，我说哪里来的高手呢？苏神医今天来是有什么吩咐？我想找一些顶级药材，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不知苏神医指的顶级药材是？至少是1000年以上的吧。不瞒你说，在这天水市，要说哪家能找到这个要求的药材，那还真只有我们这儿。但那都是我师父的镇店之宝，有市无价。有市无价？我想想，那这样吧，我这里有一套秘法，可以减少提炼过程中药材的药力损失，用这套秘法来交换，怎么样？李老师，你怎么随便让人进炼药室啊？那人是谁啊？他炼药的手法真的很奇怪，
感觉完全是个外行人。住嘴！要论本事，你们几个加起来也比不上人家一根小指头。有这么神？我看他那样也不像啊。老师，你该不会是遇到什么诈骗了吧？哎，什么味道啊？这么香？这是浓炼后的人参的香气啊。老师，你什么时候把师祖的那几颗千年人参挖出来了？嗯，这味道就算是千年人参也炼不出来。你们这的炼药设备很一般啊，只能马马虎虎做到这个程度了。你来看看吧。天哪，这味道也太浓郁了，到底是怎么炼的？啊，真是太香了。这种香味我只偶然在一位高人炼制的丹药中闻到过。据那位高人所说，他用的是古时修仙炼丹的手法，若是控制得好，提炼出来的药力至少是普通方法的100倍。难道苏神医您说的炼药手法就是？没错，就是炼丹的手法。如果能得到这种炼药手法，你就是我们一炉的大恩人。恩公想要的人参，我这就去取，请您稍等。小李啊，几日不见，你上哪里找了药力如此浓郁的人参呢？闻这味道，至少也是87年往上吧。师父您误会了，徒儿哪有这个本事，这是我们炉里的百年人参炼出的药液呀。胡说，是当为师老糊涂了，现在要来戏耍为师。哼，拿来。如此浓郁的药香，我至少有20年没有闻到过了，抓紧跟为师说实话，哪里弄来的成色这么好的千年人参啊？我哪敢欺瞒您啊，这就是我们药炉的百年人参。真没有说谎，你的意思是你用我们药炉那些百年人参提炼出了这个药液？徒儿可没有这个本事，是徒儿最近认识的一位高人，想要拿这个炼药手法跟您交换几株千年人参。你此话当真？快去把我压箱底的那几株万年人参拿出来。哎，快快快，来给苏神医把东西都装上车，动作麻利点，快。希望苏神医日后若是有类似的交易，能优先考虑到我们一炉。啊，一定一定。常来啊，苏神医。师祖这次是把压箱底的宝贝都全部拿出来了吧？这人有这么强吗？师祖不会老眼昏花看走眼了吧？你们懂什么？有了这一套炼药手法，我们一炉至少还能兴盛1000年。能认识苏神医，也真是老夫我今生最大的幸运呀。这次收获还不错，吸收了这颗夜明珠上蕴含的灵力，感觉差不多又快要到突破的时候了。哼，不枉我千挑万选找到方圆百里灵力最浓郁的此地，对修炼果然有裨益。药也炼好了，有了这个，孟爷爷的身子也就可以养好了。发生什么事了？那不是之前在古董街想要收购我的夜明珠的那对爷孙吗？他们怎么也在这里，还被人围攻？这爷孙俩看起来是个练家子，长刀用得很娴熟。对不起了，孙老爷子。爷爷，看哪儿呢？别急，我这就送你们一起上路。既然今日让我在这里碰见了，
就是他们命不该绝，受死吧！借你刀一用，人、你是什么人？知道我们是为谁办事的吗？连我们都敢阻拦，活得不耐烦了？我不知道你们是谁，我只知道今天我在这里，你们要办的事就办不成。少废话，我们一起上。是。天哪！轻轻松松，就你们这个水平，怎么敢出来接活的？这位小哥，你是？我们先前在古董街见过的，不知道老先生你还记不记得我？哦，你是那个时候开出了夜明珠的那个？对，就是我。这次真是多亏了有你，没想到小兄弟你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宗师级别的强者了，孙某真是佩服。宗师？什么宗师？啊，您不知道大家用来划分武者实力的称呼吗？武者的境界分为明境、暗境、化境、丹境，又称宗师，还有大宗师，又称小周天，最后还有大周天。方才那四个武者皆是明境，不过我在全盛时期不会怕了他们，但最近我练功出了一些岔子。难道山上山下还有两套修炼体系？还你，虽然我也不知道以你们这套标准来衡量的话我应该是什么水平，不过无所谓了。看在你我还算有缘的份上，我就帮你一把。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对我爷爷做了什么？别担心，你等他缓过一口气再看。爷爷，你怎么样？真是神了，这半个月来我一直觉得胸闷气短，修炼时也是气息不顺，刚刚小兄弟那一直下来，我现在感觉气息调和，浑身舒畅，状态简直前所未有的好。你修炼的是玄门气诀吧？你最近是不是觉得修到后半段的时候气息挚爱不顺，越是修炼越是力不从心？如果我没猜错，你大概率是练到假的公爵了。什么？请稍等，此公爵是他人所赠，还请小兄弟帮我品鉴。好的。你这个嘛，多半是传播的时候出了偏差，后半段应该都是假的，有带笔吗？借用一下。啊，能。好了，你以后按照我这个练。哦，这我悟了。呵，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我去，有没有功德心呢？对不起，对不起。大师啊，居然信手就补全了功法，怎么做到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修炼的这个玄门气诀是我10岁的时候为了完成师父的任务写着玩的，运行路径设计思路我都一清二楚。今天能在这里认识小兄弟你也是缘分一场，认识一下吧，我是省城孙家的孙明凡，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啊，幸会，我叫苏晨。省城孙家，我记得是经营医美行业的大头啊。爷爷，赵立卓打电话来了，您先前不是答应了卓越集团要跟他们谈合作吗？他问您约个什么时间地点。这个赵黎卓，他送的玄门气诀差点害了我，居然还好意思来谈合作。赵黎卓？你这个玄门气诀是赵黎卓送的？是啊，我们孙家最近打算入主天水市的美妆行业，正在物色合伙人。
这个赵离卓所在的卓越集团就是天水有名的美妆集团之一。虽说不知道这个赵离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这次见面还是要去，总不好失约。爷爷，你说有没有可能这个赵离卓根本不是诚心想要和你合作，所以故意给了你这本有问题的功法？这大师，你那么厉害，你能不能帮帮忙陪我爷爷去见那个赵离卓啊？我担心爷爷见了赵离卓会遇到危险，出多少钱我都愿意。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这个赵离卓与我有些恩怨，且不说你们打算与他合作，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因缘造化，上次在古董街你们也算是帮我点醒了我的岳父，这次我救了你们，扯平了，缘尽于此。这若是有缘再见吧。啊，大师放心吧，赵离卓那本功法不像是为了害人而设计的，更像是有人能力不够狗尾续貂，我猜他应该不是有意害你。哎，小如啊，你还是莽撞了，像这种层次的高人都是不会为五斗米折腰的，你谈钱那都是辱没了他了。爷爷，至于赵离卓那边，我们自己防范些也就是了。哎，在尘世行动还真是麻烦，一不小心就招惹了一堆因果。等安顿好孟家这边，我还要去找苏家复仇，在大仇得报之前，还是不要沾染太多因果为好。什么？你需要孙明凡的联系方式？是啊，省城的孙家决定要来天水发展，谁能得到这份合作，未来三年内肯定能将竞争对手都甩在身后啊！但是省城那边我认识的人也不多。也许这个可以帮到你。啊？这是我想的那个孙明凡吗？你试试不就知道了。看来孙明凡这因果我是非介入不可了，不过感觉也不错。啊，对的对的，孙先生。哎，好，那我们到时候腾飞山庄见。嗯，就当是看到难得一见美景的代价吧。哎，孙先生起先不是拒绝了我们的邀请吗？怎么突然又主动邀请我们来这里了？说不定是孙先生看过其他公司的情况以后改变主意了呢。毕竟卓越集团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是吧赵总？哼，你那个没用的儿子拿着我的钱一点用处也没有，这件事可不是一个冷光美肤项目就可以接过去的，今天孙总这边的合作要是谈不下来，你立马给我收拾包袱滚蛋。是，该死的孟家人，如果不是你们，我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这儿的风景倒是不错。嗯？哟，小孟总还真是敬业啊，明知道不可能改变孙先生的合作对象，还是锲而不舍地跟到了这里。不愧是你啊。这话该我问你才是，你怎么也在这里？自然是来跟孙先生谈合作。小孟总该不会是想说你也是来和孙先生谈合作的吧？我当然。别嘴硬了小孟总，没了冷光美肤项目，梦想集团如今还有什么能与孙先生合作的项目？你不就是想来捣乱，看看能不能搅黄我们集团跟孙先生的合作吗？不过这样也好，就让小孟总你见证一下我跟孙先生达成合作的重要时刻吧。这个人自说自话的在装什么呀？嗯，是孙先生来了。孙先生。咦，赵总，我不是让孟如通知你合作取消了吗？你没有收到吗？什么？孟如，这是怎么回事？抱歉爷爷，是我的问题，
我忘记通知赵总了。真是不好意思啊，赵总，是我们这边通知不到位。啊？我让司机送你们回去吧。什么？孙先生，是不是哪里搞错了？我知道你一直想在天水市找一个能够打开美妆市场的合作伙伴，我们卓越集团肯定是你最好的选择呀。放手。很不幸通知你，赵总，我已经决定跟梦想集团合作了。什么？真是不好意思，小孟总，让你久等了。啊，跟我们合作已经决定了？什么时候啊？我怎么不知道？就在上一秒，刚刚决定的。您为什么？之前我已经将你司的资料全部看了，都很满意，更何况我还欠您身边这位高人一个大恩情，他的内人自然也是信得过的。内人？这么说苏晨你